事典，我哋会教大家一啲唔系好深但系好深嘅字，要用全新去演绎，系全新嘅解释。今日我哋要讲嘅字系个课字。以前课系指课堂、课室，但系而家咧就系指你出钱支持一啲你中意嘅平台、游戏或者主持，就会叫做课金。如果有个人非常慷慨，经常性咁出钱支持主持嘅人，我哋会叫佢做课长。如果有个人经常性咁出钱支持主持，倒垃圾嘅时候会去课下金，耕田嘅时候又课下金，作文嘅时候又课下金，我哋会叫佢做课长倒耕作。如果有个人明知会被天收，佢都坚持课金俾一个好 bitch 嘅八婆，我哋会叫做必收课。喂，太易啦，有冇啲难啲噶？好，就整啲高难度嘅。如果有个死毒卵俾人困住咗喺对面海，仲要俾人掂走晒佢啲钱，但系佢为咗课金，宁愿唔饮茶、唔食滚下薯片，都要继续课。呢啲人我哋会叫做海关毒品调查科。如果有个人佢落田种菜嘅时候，俾人掂走晒银行啲钱，但系佢为咗课金，不惜走去理发店做实习生，呢啲人我哋叫做调理农务实习科。如果有个人，他将本来应该交税的钱都拿来货金，然后要变卖店铺的货品，整间店的货被人用列车清走了，最后这个人形单只影，但是继续货金，这些人我们会叫做应货税货品列表清单。喂，我们今天是呼吁人家货金的，说得这么负面，怎么叫人货金给我？不货给你就货给我咯。四大天王货金战开始了啦，今次货金战是收费台主持的限定专业货金战，胜出的四位主持将会增加节目费加人工，神二至神四的三位主持节目费增加 20%， 而胜出神一的主持节目费更加增加 30%， 大家货啦，货我先啱啊。货金战在2023年4月21日已经开始了，2023年5月31日晚上11点59分结束，在最后一星期还会有真热狗、狂热狗的投票活动，真热狗的选票占结果比重 25%， 狂热狗的选票就占 5%， 最终排名是综合计算主持们的货金总额和真狂热狗投票结果的，所以除了货金给我，还要投票给我啊！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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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啊！